就很想拿一支麦克风给你，来阿伯来给咱注意一下，让我们的这个呢救护车辆可以先行通过，阿伯给咱注意一下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在这个阶段当中，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欣赏由我们的雪克甜心所带来的精彩表演。好，来左手边的朋友小心哦，五七二号下来啊。My appetite.